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固废撕碎机，可将回收回来的废旧布料、布条、旧衣服、汽车内饰料等固废垃圾通过撕碎机撕成碎片，出料大小可由筛网控制调节，撕碎后可做成隔音棉、隔热棉、墙体保温棉，或者打包送往电厂、水泥厂燃烧发电使用。